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天上肯定急得团团转了吧。网友偶遇一聋哑老人被一群小孩欺负，他们大概都是几岁的熊孩子，有用石头砸他的，有用力去拽他的背篓的，老人抵不住男孩力气直接头往后倒地，有种巴掌穿不透屏幕的无力感。真的很难想象我要是在现场看到这样的画面，我能骂得有多难听。就在这时，小女孩出现了，忍不住出声呵斥，不要再欺负那个老人了。赶路的车来来往往，有一辆愿意停下去帮助这个躺在路中央起不来的老人。小女孩看着更着急了，转头就向父母求帮助。妹子，你不要再开了，为什么要扶起那个老人？好在还有一位善良的小伙子上前帮老人扶起，还会好心提醒老人注意车辆安全，发现身后真的有车还会不好意思的对人笑笑。小女孩不忘关心老人状况，一直问没事吧，老人家你没事吧，即使都被欺负成这样了还是满脸微笑对女孩掰掰手来表达自己一切都好。可我只能读到了她借用微笑去掩盖内心害怕，终于理解荀子为什么要说人心本恶了。这刻男生群同弃我老无力成了具象化，突然就明白了罗翔老师说的话能有多超前。好朋友天性纯良，我呸，明明是别人的错，他却永远的失去了妈妈。贵阳一小区有人放烟花爆竹庆祝春节，导致意外不小心发生火灾。火灾发生时立马报警119自救火势，可消防栓救命的东西被物业用钉子封起来，是好大力，好不容易打开消防栓了，却发现设置不合格，怎么都安装不上，压根就连接不上水源。即使是消防员们赶来了，还是连接不上，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最佳营救时间。男子的母亲被困在火里，活活被烟呛死了，对着物业发起质问：房子到底是怎么验收的？我不知道当初的时候这房子是怎么验收通过，怎么交的房。最终火灭了，可母亲再也回不来了。肉眼可见的一夜变老了十几岁，就连声音都已经变哑了好几个度。他浑身颤抖的指责物业为什么还能验收，被打开消防栓手都磨出了血，甚至着急到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明明他是会消防栓的，是可以救回母亲的，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妈妈生命慢慢流逝，这种无力感让他一夜变白头。或许我们永远都学不会坦然释怀亲人的离世。一综艺上男子讲述妻子意外去世后，肉眼可见两个孩子的变化。哥哥之前十分活泼开朗乐观，现在整天给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只是躺在床上睡觉。一出去到处都是妈妈的回忆，而妹妹表现很平静，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其实她只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为减轻爸爸负担，懂事到让人心疼，自己会偷偷躲在衣帽间小声哭泣。爸爸在接受妻子离世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长期处在巨大的压力和悲痛中，也患上了甲状腺癌还不能表露出来，为了就去妻子面前痛哭诉说，责怪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要相信妈妈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她会一直在天上保佑你们的。